嘘，不要给我通告。什么情况？特别喜欢你，追求爱，看见我，哎呦，哎，又稳了，甩了，给我个机会。我操，这花也小了点吧？我操，没戏了，没戏。我操，法拉利，哇，这是他的车，没戏了。牛逼！啊，这男的是谁呀、啊？我屌丝追白富美，够呛。考虑考虑。我估计这女的，我估计男的也有点籽儿，估计是啥人？男的，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！我操！拍车窗户把人拍坏了，操！没屌了这么久，我操！你要走了？堵路了，堵路了！我操！赶紧怎么办？撞他！就是专门估计堵了好久了吧？哎呀，要走了！我操！我操！这是不听我的，我觉得他妈的一脚油门，他妈能撞死他！要走，要走！这能过不去啊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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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我操！走了！看这男的什么意思？完了，小迪斯？应该不是，他妈的！哎呦，他走了。小雪吗？我操！我操！看不见的啊！没事没事，我操我操！关上窗户，走走走！我操，他妈这边屌的，这女的开走了，女的已经走了。我操，奔驰、哎、也开个奔啊？可以可以，也可以啊！我操，走吧，咱也走吧。我操，有烟吗？我来根烟，把淡定一下，淡定一下。